单排老鼠钻石竞赛能否成功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今天我们来挑战单排过老鼠的钻石竞赛。上期视频宝哥发了一个评论嘛，让单排的勇士集合留言。我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啊，勇气啊都真的可嘉。但是听宝哥一句劝啊，能四排就四排啊，会轻松很多的啊。哎，老规矩啊，记得先给视频点个赞啊。让我回到今天的主题吧。摊牌了啊，目前钻石竞赛两胜一负啊。第一把熟悉的队友啊，对战小国服汤姆啊，开局宝哥成功抢到七色花，断了猫的节奏啊，愣是砍了猫好几个爪刀跑了啊。接下来宝哥也是开麦指挥拉扯嘛，轻松的拿下比赛。第二把又个熟悉的队友啊，但是这把打完宝哥气得差点昏过去啊。前期大力也是好不容易打到第四块奶酪，结果被这米可拍照坑了一波。之后宝哥和丽丽在遛猫，他有机会就是不推奶酪，全程在采访猫王，然后就输了。哎呦，宝哥晚上做梦都是米可在我面前坏，你知道吗？第三把人机猫啊，很奇怪，输了一把就给人机了。这关键的第四把来了，赢了啊就成功晋级啊，输了就生死局了。那就不墨迹了，咱们直接开冲。苗皮嘛，这不会又是人机吧？不是啊，打字了。那这把有救人位，要不咱们玩下恶魔杰瑞？好久也没玩了。什么鬼啊，这还是个代打吗？庆典纪元老猫皇，是不是啊？有意思啊。那这个阵容可以的，那让我们进入游戏吧，看看真假。观看熟练度啊，我觉得我们蜀方好像赢了很多啊，大国服增飞啊。这把战期猫的目的很明确啊，就是不让拿那件蛋糕啊，安全位置出的接触都炸了，反而宝哥女巫出的拿了一个蛋糕加兵隐身啊。好在是这把奶酪位置是比较好的，也可以了。好的啊，拿起开始啊，这把咱们就水神出吧，因为猫住的位置在那个摩天轮嘛。哎呦，这个直接打气了，兄弟们，哎呦，吃打气了。啊，不得不说，这个猫开局说的那个我是庆典纪元老猫皇，有点让宝哥啊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小胆怯，真的假的？这边咱们也是学了被动啊，因为被动点的可以推那个奶酪快点，但是这个有前提的，需要队友在你旁边啊，才能有那个获得推奶酪或者那移速的那个 buff 啊。在追马力嘛，咱们跟那个甄飞先把这个奶酪先推了，对吧？赶紧推，赶紧推啊，咱们先升个级。应该是来得及的吧？咱们看怎么说啊，但是是有点危险的。我天了，兄弟们，我，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这，哎，其实宝哥知道他会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宝哥探了一下，我想的是能推完的，哎呦，这就尴尬了，给了波节奏，但是剑飞头盔开出来是能救的吧？怎么说？哇，这还掉去了，我的天哪！别搞啊，这边是没夹子的，哦，这边甄飞是隐身来救了，我还好，这边宝哥是给拍抓了，是有血的，应该是走掉的，哟啊，那这个戳过了，应该是抓到咱们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好险！这个甄飞如果不来补位救的话，这个剑飞是救不下来的啊，因为他是一级头啊，他是一级头。哎呀，这边差不多得稳一点，不能烂啊，差点就烂出事情了。这边救不下来是吧？然后这剑飞如果再被抓，就直接秒飞了，就飞那个了。离谱离谱离谱！咱们打得稳点啊，咱们打得稳点。这个感觉猫又来了，应该是能推一会儿，因为那个头像在下面嘛，对吧？这个是能在小地图上看见那猫头像的啊，咱们就不慌了啊。这个马力包怎么走掉啊？咱们是为了求稳点，先喝隐身，然后提前在那个滑摩天轮上面那个就滑到上面这个火箭先蹲守着嘛，对吧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马力倒还是不倒。这边是发信号，包队友懂不懂啊？我是想让队友去女巫推啊，不要都画在这边。我也疯狂发信号，对吧？包队友疯狂发信号，但队友听不懂，他们都不理解我的意思啊！我不是说猫在那边啊，我是叫你们去那推奶酪啊。宝哥隐身守这个火箭啊，怎么说？可以的啊，奶酪位被追着啊，是吧？两个救人位懂了，两个救人位去推奶酪了。这个奶酪位六毛，绝了啊！哎，咱们这边隐身消失了，也得小心点。可以啊，那他们都去牛那边，咱们就推摩天轮进奶酪嘛。说实话，这把感觉有那么点点平淡，这就推了三个奶酪，有点快，兄弟们。这把队友都挺强的，都挺会玩的啊。反而是显得宝哥有点那么不是吧，不那么耀眼了啊，有点捞啊，有点频繁了，对吧？哎，这其实都是单排的正常的情况。这边能救吗？咱们看一下，咱们也掩护一下，刷个盾，应该是好救的。咱们丢个瓶能守一下吗？看一下，一个瓶，漂亮，也是将猫击倒了。其实大多数单排局就这么平淡的啊，就这么平淡的，不是说每一把都是宝哥很秀的局，没有的啊，基本上宝哥秀的局啊，都是打了起码很多把，这宝哥是选一把出来也没看的，对吧？大多数的局都像这把一样啊，平平淡淡，都是靠团队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，对吧？可以啊，看头盔，啊，咱们也是可以推一会儿。哎，你走了，你兄弟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哎呦，吓一跳！你发个撤退你就走了，这么干脆的？一般玩剑飞发撤退是吧？你都得等一会儿的嘛，让队友个心理准备，对吧？哎呦，
呦，那这么水城的地方是放不了无限门的，咱们就不点这个门了啊，点这个三级护盾了。哎呦呵，这还有两瓶药，当时咱们有隐身，就不要这那瓶水晶了。哇，这马力也抓了吧？咱们就不管了啊，咱们就砸墙了。应该因为水城这边是固定刷两个果盘嘛，对吧？相对来说，这个强风顶位刷这个地方还是砸得很快的。这边一个那个黑屏砸中了啊，还好还好。哎，这边是一个被动免疫的这个差的伤害啊，真的假的兄弟啊，真的是庆典级元老毛皇吗啊？你这啊有点啊这啊真的是宝哥都不好意思说，我也是庆典级的是吧？你这点就过分了啊。不过哎呦，这边过来就给挑了啊，还行，这还连下宝哥，小子，也不救了吧？队友应该能救，咱们就砸墙了吧？没事啊。这个恶魔杰瑞等起来还是比较无敌的，对吧？有那被动在，基本上这个健康还是比较克健康的。这边一个骨盘，怎么说？一个球，一个叉子，啊，漂亮！这边是成功的砸开，怎么一跳啊？那咱们就是吧，进洞了啊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获得游戏胜利啊。那么兄弟们啊，咱们就成功的单排晋级钻石了。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说实话没啥难度啊，可以的。虽说上了钻石啊，但也没啥开心激动的感觉，因为这个赛季来说嘛，也只是刚刚开始，后面路还长得很呢。那反正就大家一起加油吧啊！好的，喜欢的话别忘记啊，咱们下。